我是一名湖北孝感人，听说武汉在4月8号解封，听到这个消息后，我非常的开心。西昌山火爆发后，我第一时间参与了山火的扑灭工作。现在西昌山火已被完全控制。我们现在在布达拉宫广场门前，我们元月20号从家乡武汉来到了拉萨，因疫情原因呢，留到了现在。好想回家啊！现在大概有5、6个月没回去了，今天回去很激动的。回去第一件事就是好好陪陪家人嘛。想回去抱抱父母，然后大吃一顿。人在桂林，心在武汉，对武汉这个4月8号的解封，我们感到非常高兴。作为湖北人，大家能够努力的去工作，去把失去的损失补回来，为我们国家的建设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。我们作为家乡人，感谢全国的医务工作者及奋斗在一线的各个行业的同志们，他们辛苦了。武汉加油，湖北加油，中国加油。湖北加油，武汉加油。